明星凌驾被恶搞，杨洋甩葱，杨幂爆菠萝，热巴够吃一顿饭，看到林更新能笑一辈子。现在的 P 图软体多给力，自己没事就会照几张 P 一下，很多网友也会把明星给 P 一下，不得不说那些网友的脑洞实在是太大了，越看越想笑，简直太魔性了。范冰冰爆大白菜，毫无违和感，这到家就可以和猪肉粉条一起炖了，晚饭都有了，哈哈。迪丽热巴爆莴笋，看上去和美，有木有？这也够吃一顿饭了。杨洋甩大葱，不得不佩服这些网友的脑洞，厉害了。吴磊抱西瓜，这像不像在路边刚挑好西瓜再和卖西瓜的商量，让老板便宜点。杨幂抱菠萝，可能是太扎手了，放在衣服上抱住，小编也是醉了，笑得根本停不下来。黄晓明这个是生活用品暖水瓶，还写祝恭喜结婚，看黄晓明一脸的笑容，这难道是和 baby 结婚时的陪嫁品吗？最雷人的就是这个林更新和大公鸡晚会回家终于能吃上鸡了，大家看到谁的笑了呢？